生日，我让你的朋友永远开心，好让你把我放在心里。但我不知道情感要怎么取舍，要怎么让你能记住我的歌。都变得有点笨拙了，如果我会弹琴，就弹美妙的旋律，好让你的耳朵永远开心，好让你把我放在心里。但我不知道情感要怎么取舍，要怎么让你能记住我的歌。
않아 所以保持沉默怕会被人抛弃所以不轻易跟人靠近怕会感到结局所以在开始前封闭自己不然最单纯的关怀都像是刻意的讽刺讽刺你最不堪的真实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你看人输给任何人没有人非赢不可所以要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你该勇敢放手一搏该轰轰烈烈一场而不是被无谓的不羁捆对谁都可以低头干爹杯你的自卑感重要如果什么都还没做就先放弃了的话不觉得有点太可惜了吗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